哎，你看，还要重现丢盐巴大战。The competition was over. As Lucius returned to the main road of Ludlow, he was able to see what havoc he'd created on the small town. The National Guard had arrived, and roadblocks were put in place as a security measure. 警察什么啊，乱七八糟的。We waited for the 6th and 7th trumpets to call out. 维持秩序。The death of four angels marked the return of the last angel.And he would give the scroll to the one who first accepted it. 哇，连天使都下来了。天使是下来阻止战争的。好像不是。The buses that were evacuating the civilians were a good way for us to get out as well. 人们正在疏离中。我觉得刚刚那个投射光环的画面，应该是说，恶魔已经有很多手下了，很多普通人类都已经被遭到他的麾下。整个城市要被恶魔占领，因为我就是其中一个、啊。哎，不能直接进去啊！这个怎么直接冲进去啊？我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拐哎、欸，这个树好像也不太对啊。哎，可以不用理他们了。这什么镰刀？捡不起来啊！操纵一下，军队都入住这个地方了。哇，我可以拿镰刀劈人啊！我没有魔力，哎，混蛋！啊？发生什么事情？我刚只不过是把镰刀放下而已，他怎么就挂了、啊？请问刚发生什么事啊？这家伙突然就死了哎、欸！再来一次看看。哎、欸，干捡不到，先算再说。好多人哦。等一下，这是打火机吗？水哦，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打火机了。我这样只剩一个油罐了。看，我连油罐都没有了。时钟是要接炸弹的，不过我现在没有时钟。房子都进不去了，好多人哦！地上有死人的手，这个护士是怎么回事？这是在干嘛？他是拿着枪吗？这是什么鬼动画？他是在守卫前门吗？为什么要趴成这样？而且枪是往上打、欸，搞屁哦！好鸟哦！我到底是成功了没啊？天哪、啊！杀掉第二个天使跟第三个天使。啊、哦！所以说这个真的是他们的天使的手下。看一下什么东西可以丢的。球球，看没中啊！计算错误了。Okay, I'm
taking you into custody. 你干没中。啊啊！打到一只人，打到一个人的腿，该是旁边那个走过来的啦。快让我动啊！我没有血了。完蛋，我要我的球球。这是最后一个天使了。嘿干！喂，不会吧？先跑再说。中！碎啦！终于准了一次了。耶！寻找上古卷轴。我没有血了哎、欸，怎么办？靠呀，我哥来了，他好帅哦！我哇，他好帅！为什么我不能像我哥一样那么帅啊？一代的时候，我记得后面是我可以发火球的、啊，怎么二代我都不能发射火球啊？哇，没血了。他是怎样要对他丢盐巴啊？我装备一下。靠背，盐巴丢歪了。我侦测不到他的位置啊。哎，可以啊，可以啊。好像是打断他而已啊！他太屌了！地下好像有东西可以捡，不行啊，我先躲一下。他火球来我就快，我真没，我已经没血了。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哦！我有钉枪吗？哇！别死！卢修斯死在地上，眼睛还张开了。而且我在这边血很少，好难打哦。被他摸一次就死翘翘了。疯狂摊子弹。我一发可以打这么多血哦，奇怪，我刚刚打他的时候怎么好像没有什么用啊？没子弹了，搞屁啊！不要！对，子弹一次两发，状态都没有用，真的完全是浪费啊！天啊，这个设定好鸡歪哦，可以再鸡歪一点吗？看卡住！妈的！找个地方装子弹。好像没什么用哎、欸，该死了。他血撩一下，一下快，一下慢的。
倒下来的时候对他直接开枪没有用，你要等他起来之后再对他开第二枪。好，最后一发就等他起来，等他起来，等他起来，冷静，冷静，冷静，该死了！我终于要打赢自己哥哥了吗？我怎么都不能像一代一样发火球呢？耶！哦呀！嘣！大家全部都嘣嘎了，哥哥消失了。Did the unholy spirit have any other children? We would find out. 卢修斯终于赢了这场战争。Prophecy was still unfulfilled, but the evil was well on its way. 啊，好累哦。卢修斯感觉他终于坐上了恶魔的王座。好累哦。结束了吗？寻找卷轴。哎，老爸来了。怎么字幕都不见了？靠！他把卷轴给我了，代表我是下一任的恶魔继承者。地狱之王就是我了。耶！The sound of the seventh trumpet signaled the third woe. This was the final trumpet sound and the final woe. Loud voice of the. 天上打响了第三次的雷声，代表说这是最后一场战争，而且还有第三个敌人要出现。这个游戏应该会出三代哦，可能哦，看有没有结局啊。哥哥都爆了，应该结束了吧？动画一下。Killed by these plagues, still did not repent the work of their hands. They did not stop worshiping their puny god. 他说，虽然世界上被我杀死了很多人，但是剩下的人，那些侥幸没死的，还是在继续崇拜他们的神。He looked down at the scroll he held in his hand. It was sealed with seven seals. 卢修斯坐在巴士上面，看着手中的卷轴。But by actions that would lead to them melting away, he had put him through many tests.But now I was sure Lucius was worthy of his kindness. I would continue to guide him throughout the journey, but let him take his own wicked steps. 他说警察会继续带领他的旅途，他会继续带领他前进。这就是警察一直在讲话的，就是他。他现在开着公车把我带去下一个地点。他说，照着预言来说，卢修斯必须打开七个封印。我到底在演什么东西啊？还有三代喽，照这个方式来讲，他老爸也在上面。我手上已经得到很多灵魂了，但是这个灵魂是最特别的。他说卢修斯的灵魂不是卢修斯啊，他说这个警察灵魂是特别的，还是说卢修斯？反正不管怎样啊。警察会帮助卢修斯，帮助他达成目的，然后让他取得更多灵魂，达成他的邪恶目的。They will learn to take judgment seriously, and Lucius will be there with me. My son, the Dark Prince. 他的儿子，暗黑王子。Antichrist. 然后是反基督工具，反基督武器啊。This is the end 啊，没有了、哦，所以说这等于是丢下一个悬念啊！哎，有人呢、欸，我看见旁边有人在路上，好恐怖！这里就是结局了啦，接下来就是可能要等三代有没有？警察要把我带去下一个目的，我们要照着预言摧毁圣经上所有建立的东西，破除七个封印，这是我老爸。路西法、嗯、哇，他有下面他所有的称号，在我们现实世界中路西法所有的称号，他说他是反基督所有罪恶的象征，贝尔什么杰布布啊，就是那个苍蝇王，有没有都是在说他啦，恶魔之王，恶魔老大，魔鬼、撒旦，乱七八糟的，世界的罪恶。
这是关卡设计者啊、哦，这是美术、游戏设计、音乐，哦，这也是游戏设计哇，没有了，真的没有了啊，这边就结束了。然后最后我可以把他们干掉，这就是最后了，没有了，游戏到这边就结束了。我觉得这一代其实蛮好玩的啦，真的蛮好玩的，节奏比较快，节奏比较快。杀死游戏设计者，玩起来虽然没有像一代一样那么悬疑，对不对？那么动脑筋。可是我觉得二代玩起来真的是比一代还要爽快多了，爽快多了啦！因为我记得我玩一代的时候，哇，花好多时间在那边找陷阱、找线索，然后合起来，然后花了超级多功夫，才终于杀死一个人。哇，真的觉得好累啊，那个时候。所以对我来说啦，我还是觉得二代好玩呢、啊。二代真的有趣啦，你们可以试着玩看看啊。我把这边的人杀死，把老爸杀了。啊！哎靠，老爸杀不死哦！敢丢炸弹？妈的，要死一起死啊！会不会爆啊？室友，我连自己都炸死了，我连自己都炸死了，在最后一个 bonus 关卡，竟然把自己炸死，碎。对啊，可以全部炸死啊。然后我卢修斯就玩在这边了，后面没有关卡了。这边好像不会读取了，卡住了。你们注意看，卡住了，这是 bug 啊。然后今天就顺便关台啦，卢修斯破了。原本想说这是一个万年系列，结果还是破了，不会很久。这样子想起来，这个游戏其实我才玩了大概5个小时上下而已吧，蛮快的啦。我先关台啦，卢修斯的系列就在这边全部结束了。